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台湾的歌手品珍。Hello， 品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品珍。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，可以来到因为你的线上音乐直播，来跟大家分享太阳神的导师呢所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哦。那我们今天呢有准备了五首歌曲，要来让大家点歌，欢迎大家呢踊跃来点歌哦。那也邀请大家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分享出去，谢谢。哇，感恩我们的品珍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为你来点他来唱哦。所以啊，品珍，我想啊，在我们在等待更多人投票之前哦，我们来问一下问题。哎，品珍，你唱好导师的歌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还是收获吗？那品珍呢，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但是呢，品珍在还没有开始接触到导师的歌之前呢，品珍的声音呢，就是唱起来比较，感觉比较没有能量，然后呢，也比较像小孩子的声音。但是呢，自从品珍呢开始唱了导师的歌曲，然后再加上上了导师的歌星训练班之后呢，品珍就发现啊，自己的声音啊的质地啊，有了很大很大的不同哦。那在唱歌的时候啊，能量呢也提升了许多。那这个原本的歌声啊，也从那种很像小孩子的声音呢，变成比较成熟，然后比较温柔的声音了。所以呢，非常感恩导师呢创作这么多好听的歌曲。哇，太棒了，可以神奇的把声音提升哦。所以啊，平正，我想问你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观众说？哎，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啊？所以想要给予那些想要唱导师的歌，但是又想要踏出那一步的那朋友们吗？好，那品珍呢觉得啊，就是有句话说呢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音乐呢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大家都很喜欢听歌，那有很多人呢喜欢唱歌。那以品珍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啊，我们要唱歌呢，当然就是要选择正能量的歌曲。那当然我们听歌呢也是要选择正能量的歌曲来听哦。那当我们在听啊唱着这些正能量歌曲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的身心里的各个层面呢都会有一些很大很大的改变，而且呢是往正向的方式来改变哦。那唱太阳神的导师所创作的歌曲呢，大家呢不用担心唱得不好听，其实啊这个正能量的歌曲呢就是很奇妙哦，会让我们越唱越好听哦。真的，真的，平生讲得太棒了。诶，昨天好像有答案了。有诶，有诶，哇，大家看来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叫《登天》哦，哇哦，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点到这首歌哦。对啊，对啊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那如果呢，对，如果等一下呢还没有点到你们的希望的歌曲的话，没关系。还有下一首哦，所以呢，马上有请我们来自台湾的品珍送上《登天》。大家如果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的话，继续按爱心，然后继续按哦。出去，那如果喜欢《登天》这首歌的话呢，帮品珍按爱心，谢谢。千里相会缘与前生姻缘间，红尘却搁浅，荒废了流年，不想此生度今生，待他。
喜欢这首歌的人可以继续打上爱心，打多多的爱心，然后继续把它分享出去，然后送给打多多多的爱心送给我们的品真。好听呢，掌声鼓励，打上爱心，哇，太棒太棒了！九恩，你喜欢吗？真的很陶醉哦，这一首歌。对对对对，在座的各位，如果在看着直播的你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打上爱心送给我们的品真哦。好啊，那马上呢，我想问一下品真啊，你觉得唱着唱着《登天》这首歌啊，当刚才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或者你对这一首曲《登天》？你有什么感想呢？那登天这首歌呢，就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，品真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这歌词的意境呢非常的美妙，然后也是品真很向往的哦。那每一次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能量呢越来越提升，然后唱完之后呢，哇，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快要飞起来一样哦。所以呢就是啊，邀请大家哦，可以来赶快的把这首歌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呢听到这么有能量的歌曲哦。哇，非常我们的非常感恩我们的品真哦，所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感恩我们的太阳神的导师所著作写的这首歌，我觉得太好听了。好，那呢现在呢我们就来一个环节吧，就是什么环节？送礼物的环节是吗？对，
为马上呢，我们要送出500个 share 的礼物了。马上有请我们马来西亚的小天使为大家来报告，我们就是这个500 share 的礼物哦。可以哇，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品真回到我们的线上。所以 Joanne。你好像很忙哦，因为你要真的很忙，因为我们要抽奖嘛，然后又要再看现场，你知道吗？看谁的，就是继续你们就要继续的点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子才能互动的嘛。对对对，我们在从初刚进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二首歌可以点的就是哦，所以刚才登天唱好嘛，所以我们还有另外四首就是月满西楼，如果想要听这首歌打上222，如果想要听幸福报道的打上333，然后如果想听几句话这首歌的话444，然后如果想听新歌的打上555，然后 Joanne 就会在 comment 里面选出最多 comment 的人，然后来让我们的评审为你直播了唱。其实我已经看到了，其实这首歌是新歌哎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四个字是很红那一首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最近很红哎。对对对对，去哪里都听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一首歌《月满西楼》哦，好特别哦，这样子又要我们的后台来准备一下，给啊、我们的评审来为你呈现这首《月满西楼》。月满西楼送给你，送给你。所以继续的打上爱心，送上爱心给我们的评审。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月满西楼》，那请大家帮评审打上爱心，并且把它分享出去。喜欢这首歌的朋友，然后把它送出去给你的朋友哦，对，然后可以同时打上爱心哦，刷一排爱心，刷一排爱心给品真。灿烂。
心愁河流，花若月满西楼，知情意足够。非常好听的月满西楼，真的很好听哦。所以呢，现场的 Facebook Live 还有 YouTube Live 的朋友们，大家大大力的给上爱心还有 Like 哦，因为呢真的很好听哦。那品真啊，月满西楼呢，刚才唱着唱着你有感觉什么吗？好，那这首月满西楼呢，其实品真觉得这首歌呢非常的耐听哦，就是会越听越好听，而且呢在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不知不觉呢这个心情呢也变得越来越温柔了哦。真的很感恩导师创作这么好听的歌曲，所以呢大家呢对这些正能量的歌曲呢要帮我们多多的来分享哦，谢谢。哇，再次感恩我们